到三六八出去走走，今仔日来到新屋，这个地名跟这间厝有真大的关系哦。听讲在300多年前清朝的时阵，这间厝就是范江起的。当时在迄个时阵，伊在这附近嘛起真侪新厝，所以这个所在才叫做新屋。新屋就伫个桃园县的西南边，在地人甲我讲，这个地名当初是因为有一对姓范江的兄弟啊来这开垦，后来因为子孙啊愈来愈多，在伫个这起宗祠，和后代祭拜。范江古厝拢从起五栋，拢是属于三合院的建筑。每一间的古厝，嘛因为起的时间无同，所以看起来一点仔无同款。新屋除了古厝，其实够真侪宝啊！人讲新屋家吼有种真侪莲花，哎、欸，但是我规路安尼行来啊，也无看到莲花田啊啦。嗯。啊，遐有人来问看卖。哦。好佳哉，遮有人头问。头家，人甲我讲咱新屋家啊种真侪莲花，但是我沿路安尼行来，找足远个拢无看到莲花田呢。有啊，因为莲花吼，拢下起来，你看都叶已经搭起来，叶啊搭起来。刚开始五六月是开那个成长了，六月是开花了，哦，七月是采莲子了，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阿芬那开即马这都是莲花田哦？对对。就比如你甲看麦，这是莲，哎、欸，这敢那是呢？对啊。哦，这是莲花田哦。那个荷叶柄啊，你看有刺。啊，所以它。每一年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休耕，哈，丢生养息的时间呐、啊，喜爱好于休息啊，再等下一次的耕种安尼哈。对对对。每一年莲花开的时阵，总是有真侪人来看花。其实莲花唔难好看，嘛真好用哦。花摕来泡茶，会当消暑解热，都连莲蓬里的莲子嘛真有营养价值。那你刚刚有说到你在采什么莲藕、哦？对对对。不可能啊！我看，但是这种大颗颗莲藕的多，我也没看到莲藕啊。对哦，对的话，看我这台啊。看你那一台。哎，这是我怪手啊。看怪手做什么？怪手他挖得到啊，因为他藏在泥土里面啊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莲藕是藏在泥土里面？莲藕是那个荷花的快递呢。要等它休息的时候，然后水干了以后，才有办法去挖那个莲藕。对对对对。那我们先来看莲藕在哪里，好不好？要挖才看得到嘛，啊。要挖才看得到。这几片看起来，敢那啥拢无，听讲头来地藏的，拢是结实饱满的莲藕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会有莲藕吗？头家，我很好奇耶。对。你看啊，这看起来好像荒地一样啊。这里面就，但是你看它的地底下是充满生机。对对对。还有啊，我想请问你啊，像你这样挖，我看上去全部都是泥巴啊，要怎么去分辨说莲藕在哪里？那要一点经验了、啊，经验。对，你看到吗？就是一条了。没有啊，在哪里？一条什么？哎、欸，你看。是是啊、这个就是莲藕，哎，这个就是莲藕，这个就是莲藕，哎，这个今年哈、哦，因为台风的关系，哦，它成长的比较慢，嗯、哦，所以它比较短。不然它莲藕会长很长，是不是？哎，莲藕长，比较差不多多长，最长多长？大概三四节。但是这莲藕很小，哎，这个叫粉莲。粉莲，哎，那和市面上的菜莲不一样，这个品种哦，就和那个白荷一样。白荷那个是做莲藕粉的。那我想请问你啊，嗯、像那个莲花开出来下面有没有莲藕、啊？哦，有，绝对有。有，所以那个莲藕也是可以吃的。都是一样，都可以吃。所以它有分很多种品种，每一种品种都可以吃吗？那个菜莲可以，菜莲哈、哦，它的主要是生产那个莲藕嘛啊，它的花比较少，莲子就很少，啊、嗯，这很奇怪。所以你们。一年12个月，你在种莲花的另外的几个月就是在采莲藕。不一定哦，看有时间才采，看要看品种，因为好吃的品种，像这品种很好，嗯，很好吃啊。每一年的新历高过，莲花慢慢下去，土内底莲藕都开始愈生愈大，等到旧年年藕对当采收啊。你看，啊，有了，我看到了。哦，你都知道它怎么长哦？有啊，知道，就不会去挖到它、那個。我已经种了十几年了，很深哦。
六粒以外，不是，手一只手一抓天，这样，这样跳起来就可以了。哎，挖多？对，这个很大。哦，你看。哇，这个对。看来就断掉了。这个对，就断掉了哈。那断掉，那跑啊。哦。啊，这尾针吼，你洗，我那洗清洗了哈，把它烘干了，烘干了以后，需要再把它冲起来，夏天都煮没有茶。哦，所以它的尾端还是可以煮茶啦哈，不会浪费。而且这泥土好健康哦、喔，对，很像我小时候摸到的泥土啊，很滋润那种。这底下敷脸好不啦？我多了，这个你。这个敷脸吗？这么健康的泥土。哦，那一条很大呢。那我们到三月采完莲藕以后啊，再重新种莲花，是不是？这个留到明年呢，它又会冒出来。哦，我懂你意思，再灌水进来，它就会再起来了。莲花它是不是生生不息？对。哈，所以它就是一直拓根，一直拓根，一直拓根，那里就丢了哈。所以在底下它是一直生生不息的，一直在生长。再深一点。还要再深一点哈。好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的吗？哇，好，我来。头家教我捡莲藕的撇步，就是要靠眼力，也靠腰力。那、啊、你准备看？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很脆哦，不能这样敲，要拨，你主要拨。用拨的、嗯，看起来很大一个，其实。这边还有。啊，真的是不简单呢，要挖这个莲藕。啊，耶，成功！头家讲用莲藕来煮茶，做法其实真简单，只要把捡回来的莲藕洗好清气，泡好茶，加清水煮差不多一点钟，把汤倒出来，再过看家己的口味，加一点仔糖，拿拿的，就是一点清凉退火健康饮料。嗯，怎么样？很伤哎、欸，嗯，跟我们平常吃的菜莲不一样，菜莲就是我们市面上买得到的，比较大。菜莲较脆，啊，这些粉莲吼较伤。啊，刚刚老板有讲哦，菜莲就是不会长莲花，不会长莲子。但是粉莲呢，它会长莲花，会长莲子，对不对？哈，对的。因为较伤呢，而且它长得比较小。菜莲花比较少，所以说花它主要是长莲啊，莲藕啊。我们今天吃的这个莲藕汤啊，它是咸的。在这个部位。老板，这是咸的哈。哎，对。那也可以煮甜的吗？可以可以，煮甜你看、嗯、看你要煮什么，那个冰糖啊，我们主要是加冰糖、啊，嗯，冰糖还有呢枸杞，还有红枣就可以。桃园新屋是一个靠海庄卡所在，一直拢无固定的场所，和大家做环保。2005年，大爹家的赖峰师姐培训委员，伊伫开会时阵讲，要伫家己的厝内做环保，新屋才开始有环保站。好 ，OK。赖峰师姐，咱家是什么所在哈？这我们新华村的社区，这社区拢有来修哦。哎，对。林大凤师姐，你大概哪出去拢甲田妹啊，甲黄师兄，嘿，拢阮三个人。哦、啊，目前啊紧急状况嘛，讲无解，只阮两个都先走。田妹师姐是我的最佳拍档，她也是一样。黄师兄嘛是，我们三个最佳拍档。啊，你有在上班吗？我现在今年受刚受证，就整个在。就在陪伴老人家跟种地瓜哦，所以时间很灵活哦，所以时间你比较能够掌控啊，雷拉哈。像这个社区都是当初都是什么人来推广啊？哎、欸，这个老板娘认识我，哦、认识我，他就说，我说你那有环保吗？给我们摘，他说好啊。然后隔壁邻居看到就会拿来这里，所以这个也是他给我们放的一个点就对了啦。他的家里一个小空间，也说才不盖宽，然后就打面摆个修了，他也不用，也不能造成他们的困扰啊。哎，阿兰就打面摆个修啊。哎，阿兰像黄师兄无闲啊，来开车，阿龙什么人开车？我来叫甜妹师姐，我两个先去载。所以甜妹师姐开车吗？开小货车。你哪只搞？阿姨小货车去到底请你问到。哦，真的哦。随时补位，随时补位就丢。好了，勇于承担，乐于配合
对吧？哎呀，这很重哎、欸，我今天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我都动气了。其实我是搬，我没办法可以搬很重的东西、欸。你真的在做环保的当下啊，你自然而然那一股力量就会出来。有时候我两个哈，一早起啊搬千几公斤的皮啊，哇吼吼，这个力量不知道哪里来的。真的，有时候真的，一千多公斤，两个人倒倒啊跳，倒倒啊摇啊，天衣师姐倒跳。今天的东西都还蛮重的。赖凤师姐不要开车，但是也找人来倒三工，倒顶去载环保，而且佫接应真侪厝边，倒顶出来行一条菩萨道。赖凤师姐，餐厨你不要开车啊，好。啊，是安那？你这么勇敢嘛？要把这个环保安尼给承担落来。啊，上面就是爱有承担的地主啊，这个要承担工作。所以我就是憨憨啊，无要紧啊，我做了一定就有菩萨给我倒倒走啊，不是我一个人，啊，大家啊。但是你嘛爱有勇气啊。哦，有。你勇气为倒来？我就是憨憨啊，就是憨憨啊做。你诚心在做某一件事情，自然就会圆满。啊，我都不会去烦恼。赖凤师姐哦，就是哦，怣人有怣福啦，然后自耕福田才能自得福源。我们两个常常都会做到超时了，时间都不够用。因为我们说实在做瓷器，整个时间都很幸福。啊，我是说尽量能够把它浓缩成一个礼拜一的一个上午，我们就是很早就开始做到让跪倒啊，都尽量去浓缩。他们的有的是空间比较没有那么足够，我们也不能够人家那么发心，我们就一定要去巡回，要去载，不要说让他们知道困扰。我也比较有福报啦，我就现在还有老人家八九十岁的身体也硬啦，所以我就像我上次在讲的，就能够做实际真的是我自己的福报很好。啊，你挂我来拔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他很用心的，你看从外面这样推进来，因为那个大卡车进不来，对不对？他为了这，所以他为了这个东西要给我们回收，还用小车这样子把它推车去把它推进来。对，很感恩哦。所以说，大家听到我们实际哈两个字，真的大家都很认同哈。对。每一个礼拜二是新屋环保站的环保日，拢有十几位固定的环保志工也来做分类，其中叶城照美师姐拢会做客家点心来跟大家分享。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快来去倒三工做点心。那现在快来跟赵美师姐要倒三工做法粿，谈好给我们的环保志工用。诶，但是这不是法粿呢，这是什么啊？凉糕啊。凉糕？诶，这很像那个我们吃的那个什么新港鱼哈。好凉哦，这你说这是什么凉糕？凉糕，我们讲凉糕啦。嗯，很香哎，它有那种那个香蕉的那个味道是不是，有一点点香蕉油啦，还有那个，还有芝麻、白芝麻跟花生啊。嗯，好香的那个花生的味道，这夏天吃很爽口哈、哦。对呀、啊、对。但是咱今天你不是要做凉糕，咱要做发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发糕要用什么粉？两斤面粉啦，一斤四两的太白粉。四两的糯米粉，还有一斤半的黑糖，还有一小包那个快速发粉，拌好这个三碗粉两碗水啊，平碗哦哈、哦，不要太多哦。对哈。好，三碗哈、哦，五碗。五。六。啊，我知道要做多一点，因为环保之下人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我要做那个锅子装了哈、哦，要六碗。六碗哦。一共、哦、我一共要九碗哈。好，六。九碗，然后要用温水，好，用温水比较快哈。好，温水比较快哈。这个是温水哈。温水，不要太烫。温水几碗？六碗，可以多一点。可以多一点。这个九碗，然后温水六碗，然后呢？会搅拌。那我来帮你，要把它搅多久？差不多要十分钟。十分钟哦，搅越久它越 Q 啊。赵美师姐那是环保志工，平常时佫会去地方上的病院做志工，帮助来病院看病的人。和退休的生活过得真充实。我不要，我要，因为你们做花糕，我来了啊。那你要站过来一点，好，动作快一点。哦，不然太慢了。我没有做生意了哈，我就有时候我去做志工哈，有时候我们共修啦那些，我会做些吃给他们吃，可以拜供佛，然后大家吃了哈。还有我们在医院做志工，我会带去哈给他们吃。有时候，还有时候有义卖，我会出去那里义卖，还要三四百下了。
简单方便的芋头花粿是客家人传统的点心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花粿，哇，这样子是熟的吗？我的筷子呢？筷子在这里。你知道要用筷子做什么吗？试看看它有没有熟。你把它这个。不妨。就不会粘就有熟了哦，这样子就熟了哈。吃花粿，祝福大家发发发。来，吹一下凉啊。吹一下。太热不能开哦。可以啊，等它你打开来可以啊。小心，好好好，那可以吃了，可以吃哈、哦，迫不及待的看，阿妹，啊，已经可以了，啊，有搞不？哇，这烧的，烫太烫哈、哦，还黏黏的啦，没那么好吃，要等到凉的时候，嗯 ，QQ。可是我觉得它热热的吃比较好吧，味道不一样哎，跟冷冷的发糕是不一样，因为吃起来很香，很香哈，也不会很甜呐、啊，都是那个黑糖的味道。对，黑糖哈，就是叫做黑糖糕嘛。很迷啊，很好吃啊，热热吃跟冷冷吃是不一样，冷冷吃是 QQ 的，啊，冷冷比较。但是我觉得热热吃也很好哎，不会那么甜。对呀，不会很甜哈。而且入口即化，好好吃哦。谢谢。好不好吃？你觉得热热吃什么味道？也不错哈，蛮香的哈，好香哈。做好点心了啊，环保站的分类还没结束，赶紧回来去倒沙缸。这个小做的拿来看，要倒出来哈。对了，要。我给你滚去，都是你。阿辉。哎呀、啊，怎么会来这里做环保？哎、欸，那么多岁了吧？哈，为自己做修一些的。哦，那、啊、你来这里做多久了？参加实地十几年了。十几年哈、哦。来做是最近才来做，因为我不知道哪里做。你是因为在路上遇到这个啊？桃园客运后车站，还两个认识，就一直说，他说你要去做做环保吗？我说我想要去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呀、啊。我跟我不会去做啊，我们一起做做去。我说好啊，两个人就结缘来到这里。所以你是这样跟这个阿婆认识的、哦？对啊，我以前从来就没认识的、啊。那几分钟认识了，几分钟两个人就讲得很投机的，那个爱地球啊。是的。要对环保啊，你心想事成啦、啊、然后这一切都是好姻缘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抱这条路给您行呢，啊，自己自然而然就走到我们环保站来做环保了。像最近啊，这回收量都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越来越多。刚开始没比较没人知道哦，现在这两年来，超级棒，超级棒。为什么说超级棒？我们很多可以做啊，但是东西这么多啊，人呢？人有没有增加很多？哎呦，越来越增加。本来我们几个做而已，后来现在，你刚跟他讨论那个，他就是后来才进来的，是很棒做的。他们对啊，很不可思议哈、哦，他们两位、就在桃园客运聊一聊，然后就一起来做环保。哎呀，对呀、啊啊。那为什么你们都坚持这样子做到现在？从没有这个棚啊，到有这个棚，一直坚持做到现在。你看这些大众都。大的这么发心捐给我们慈济，那我们更要做啊！你不要去带动嘛，带人不加推，要我们走入社区啊！你要去带动啊！那你们带动到现在啊，你觉得这个成效如何？还不是很 OK， 还要人间菩萨招生，对不对？因为毕竟我们在这里面比较偏僻，然后你说一般会众会来的几乎真的很少，啊，都是我们这些师姐啊，一个邀约一个邀约来的。都这样子、啊。你为什么要戴这个眼镜？因为你去开刀哈、啊。没有啊，我是色素低视网膜炎，我这样光线我都看不到。哦。太强我也看不到，太暗我也看不到。那看不到为什么你还要来这里分类呢？还是有办法分啊。善人说你只要找到办法，还是有办法可以用啊。上车来。有那个用盖子下来哦。对。哎，你这样看不到怎么办？会坐过头。要不然就提早下车，可能要多走一站的路回家，因为走进来要走15分钟啊。坐车这里公车很少。像5:50第一班公车，再来就第二班6:30，再就跳到7:30，跳到快9点。
所以回家我们最慢，我要搭11:35的车，不然没车回家了。带着满满的爱心回家。你看大家都那么认真。对啊，真的。对，为什么你师兄家人都愿意这样扶持你来做环保？因为看到我的付出，我在做，然后我也有改变。我以前是很凶的，我以前是我说了算。啊，我师兄看到我有改变，然后跟着上来走对的路，所以他才肯给我这样做。赖凤师姐出来做几工了哦，渐渐改掉家己的坏脾气，连厝内人拢感受到伊的转变。所以后来，苏姐用旧厝成立环保站，不但遐所无阻挡，连家己的先生嘛，甲停车的所在让出来，伊才有法度甲社区的环保带动起来。赖凤师姐，想来咱这个环保站嘛，拢安尼一间一间啊，因为这较早是旧厝嘛吼，啊旧厝这是灶卡。啊，这是车库。我较早的时是，阮大哥因咧饲猪的，啊，后来就无咧饲，农业收业无咧饲猪啊。阿姨刚开始这两天给我用，我师兄就放车子，然后我师兄看我这么多东西，啊，隔壁那一天再给你用，然后说好。哦，我都哦，这玩意也够给金都肯了。好啊，外面呢？外面这本来是没有搭的，可是我师兄哈、哦、常常提醒我们，这么热。因为这矮房子很热嘛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搭起来，为什么你都不搭？”我说：“我要等看园区有没有旧的材料，旧的材料来搭。”可是等了好久都没有，我师兄常常在二楼那边偷看我。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，他怕我太热了，哦，怕我有什么。我说：“没啦，都可怜的啦，我怎样都会弄起来。”他说：“我后来我就叫人家来搭，后来我就下定决心说要搭起来。”还很多师兄师姐他们就。发薪5000的，这样我们就凑起来，他就把它完成了。啊，我女儿有买新车啊，我大女儿比较凶，跟我讲说，妈妈，你那环保站亲自出来给妹妹换车子。其实我打从心里都没有要新给她。师兄跟女儿的车不重要了，对了，环保比较重要了。车口若是坑完破，啊那车拢坑一边啦。哎，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放保特瓶吗？我的保特瓶是大爱感恩科技要的，我要干干净净的，所以我从打心里都没有要给她。对，哎，因为我的环保真的很多没有地方可以放，所以我这个是迷你的。环保站，所以这里啊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了哈、所以你看，小而美，对对对，美而巧，对，巧而好用，哎，还有又有山好，啊，巧好，叶好，又好好，好好，还有我们最好。莲花开的时阵，人人拢爱来欣赏伊，出淤泥而不染。开下了后，然后过会当采收来泡茶做料理。予咱学习到清洁的智慧，嘛吃到清甜健康的滋味，而且我嘛伫遮感受到环保志工用爱心，甲因的双手来疼惜土地，因为有因的打拼，才土地才当生生不息哦。